东宁。美国已经公布了美军从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巢穴中查获的几段录像，这些录像显示本拉登在观看自己在电视上的画面，并为了要向全世界发表声明进行排练。美国海军三栖突击队海豹突击队上星期一黎明前向巴基斯坦军事重镇阿伯塔巴德的本拉登藏匿的三层住所发动了袭击，打死了这名策划2001年9月11号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的罪魁祸首。该突击队在撤离前获取了美国官员星期六称之为迄今为止最大量的恐怖主义资料。